悠扬的乐声，满满的爱心，北加州慈济人举办募款音乐会，由本地弦乐三人组揭开序幕。这是何等慈悲，还有来自台湾的三位艺人唱老歌说慈济，尤其是正在发生的北加州林火，更是让艺人杨桂妹一度哽咽。一大早起来给我的那个照片跟影片，我吓坏了，我说这在哪里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，那那些人怎么办呢、啊？号召大家献出爱心，一呼百应。你要买两套。捐款者陆续上台接受拥抱，期待这份善能够传承。你要留什么给女儿？留德给我的女儿，因为我妈妈也是留的德行给我。曾经接受慈济帮助的林火受灾灾民也特地出席表达感恩。So I was able to take the blankets off and get out of bed, that there was a light shining in the darkness and I could follow that light and that light brought me here.And that's the gift that Tucci brought into my life. 一份爱牵引着另一份爱，一盏又一盏黑暗中的灯光，照亮人间最美的这一刻。一个是净化自己的心灵了，就是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，也娱乐一下；二者就是可以把娱乐和慈善结合起来，在我们享受音乐的同时，可以帮助到别人。我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，美国综合报道。为需要的人付出爱，纽西兰。